大家好，我是艾莉森。是的，今天又是小丑女的仿妆画第二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上次觉得那个眼影的颜色没有很饱和，然后最近刚好我又入手了这个就是那个少女时代校园代言的那个欧美品牌的眼影，然后这个很超值哎，就是一盒599而已，然后就是超多颜色，而且都非常的饱和显色哦。然后它好像有三种色系可以选吧。我今天用那个画出来的效果，